走，哥哥去爸爸那里，哎，爸爸那里，爸爸那里，爸爸呢？走，好打的。哎，哥哥呢？妈，爸爸呢？怎么了？什么东西不可以乱丢东西哦？爸爸那里了，走。哎，小鸟呢？那边有小鸟鸟呢。走了，哎，走了，走了，下好。哎，跑了，那个是什么？小鸟啊、哦，抓鱼那么多，还抓鱼，走了。走了走了走了走，走了走了走了。妈妈，你还没名啊？没名是什么？走过去。要走回去吗？走，你要从那边吗？放那边海豚。好，看这边了、啊。耶，加好。我怕掉手机掉下去了。走走走走走，走走走走走，真的是小屁蛋，一同去郊游。等到那时候，到这边比较安全了，里面这里了。好，来，哎，哎，这个把它抓好。追你哭了，飞上去了。哎，我要把裤裤脱掉。哎呦，面啊，都要跌倒了。哎，好了，不用叫下来，叫下来，叫下，哎，叫下来。要不要抱抱？你那个帽子戴着，不然等下没手了。我哎，要去哪里？哪里啊？就要找个厕所啊！要去找啊！
边呢、啊？从那边过去照过来比较好看。你在这边，爸在头那边的。啊，爸你过去啊，这样过来，来。去去，爸爸那里，妈妈帮你照一照啊，那边能看得到海豚。哎，面呢？